自由活动。刚刚去逛了一下免税店，然后现在要走去登机门啦，应该直接等到广州再见面啦，拜拜。我的房间，好，我的室友，嗨，然后对，其实还不错，住的蛮好的 ，view 也蛮好的，赞，好，我要去休息了，拜拜。The next morning， 早安啦。现在要去半决赛的场地，然后呢，大家都一起走。嗨，进来了！天哪，超大的 ！Oh my god， 超大，好可怕！我们看到这个舞台有什么感想？就是很大，然后说 big big stage， 好开心哦！我好紧张哦！我觉得我要到下午。我超紧张，你知道我的尿都快要闪出来了。我是很想尿尿，没错。我们现在要吃午餐。天哪，这是人家的学校餐厅呢，这么高级，太扯了。看完第一轮了，然后第一轮我有晋级，然后就在等，晚上7:30吧，要第二轮。对，然后我第一首唱的是《飞云之下》，然后很紧张，因为其实这次舞台蛮大的，然后我第一次就是参加这么这么大的比赛，所以但是还蛮紧张，但是很开心。里面还在比赛，给大家看。原籍17号选手和原籍18号选手的场面。我们比完赛了，昆汀，嗨，你要讲一下你今天的感想吗？其实就是一直觉得蛮紧张的，而且他们的人都来势汹汹，真的超凶的。然后呢，我都一直觉得头很痛，而且我也是，又很冷。对对对，我唱第二首的时候真的这样。上台前就是好可爱，然后呢，在台上的时候也全身都在发抖，就是真的又冷，然后又紧张，就是有发抖。但是我们都还是很棒，我们都晋级了。对，但是呢，我是很就是奇迹的投票人气晋级的最旺的人气，太强了。但是我唱歌是输的，没有，因为呢。因为陆婷遇到一个超级最恐怖的，我是千王，对，就是大家挑完剩下最后一个给我，对，那个是已经没机会挑了。然后
对，但是我觉得我第二首唱的比较好，很棒，今天很想哭，就是很感人。对，然后明天三轮，你觉得你会唱第几轮？他说什么？如果第一轮就直接过，就不会唱第二轮。OK， 好像是。但是我们来神预言，我们明天会过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们要假装好，假装好了，至少假装过第一个。对，好了，过第一个就 OK 了，对，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回去台湾，好不好？嗯，然后吃海底捞，对，然后喝珍珠奶茶，对，我等一下就要吃一下辣条，还有薯片，对哦，今天很想买真奶。对啊，其实我刚刚唱完，已经很想要想我宵夜要吃什么了，真的。对，好的，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要去看《甄嬛传》，继续看《甄嬛传》，对，这里会无限的一直播放。对，那个东东，对的，好，然后比赛加油，嗯，明天加油。比赛完都还没有排，反正回台湾再仔细讲。然后昆汀，我想睡个头好昏。AD 都可以。我们要回台湾了。耶、yeah, ，还有郭嘉伟。对。不要忘了我。拜拜拜拜。我要哭了。其实我们只是要去坐飞机，还没要分开。我要去跟你。对。哦、我的鼻子烂掉了。广州再见了。我选择你，但是我同学都是日间部的。我这几天拍影片，他第一次出现，真的吗？他都走在最后面，好过分哦！什么过分？你还过分？